是艺术品的收藏室，但别忘了，它首先是个收容井。塔乌斯先生在这里的藏品有一部分非常特殊，我担心秃鹫帮的匪徒不会注意到这一点。也许在他们的肆意破坏下，有些被收容的藏品已经失控，你会遇到。好，各位好，今天来打乌塔，40等的，试试看。这里的温度很高哎，50度哎。 应该是我对面。 音乐不知道我们版权。 上面。 上面，寻找入画的方法。哦，直接穿入就行了。哇，这是哪里？传送门。 颜料桥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给射出去的。
还可以打人啊。哦，这个楼梯有隐形，要跳过去啊！陷阱，看陷阱。哇，这个有点困难。哦呦，还有这样子的。怪蛮多的哦，这怎么变转？哇哇哇哇哇！有雾有雾有雾哦，你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快走开走快走！可以当子弹，那无敌怎么打？奇怪。哇，一万！哦，这个就可以打他。又回来了，哪里？
走，被抓走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样打得到？哇塞！这个免疫的，免疫的，哇！要躲一下，躲一下！哇，这魔王啊，传音者。中了中了中了！哦，这个伤害好痛哦！要求红灯的时候再追他，抓住我熊！哎呦！想一下怎么打他比较好，这样就少三分之一而已。过来过来，
哦耶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哇！门扇，哇，过了，碎，没有控制器，算了。可惜，但至少过了，哇！欢迎回来，没切换成，所以塔乌斯先生确实是，而我请拿着你的报酬耶、yeah. 好了，先这样各位。